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每日祈祷，伴你今天经历与神相遇的美好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所安排我们的地位上好好站住，尽我们所能的去做。你常常喜欢给我们一些试炼，因为你希望我们经过剧烈挣扎以后能发育得更加强壮。生长在风雨之下，曾受风雨击打的树木，往往比生长在幽静的山谷中，从未受过风雨摧残的树木，扎根更深。人生也是这样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认识，伟大的灵魂都是生长在艰苦中的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